船长站在渔船里超紧张，这艘破船不停进水，下一秒恐怕就要沉没了。奇景渔船在高雄港西方两海里处被一艘货轮擦撞，船头被撞掉半边，水位越来越高，十分惊险。高雄舰迅速抵达案发现场之后，立即释放警备救难艇执行救援，成功救起了许姓船长，同时给予保暖、还有热食以及关怀。海巡获报后七分钟内火速赶到现场救人，将泡水的船长接上高雄舰后送回高雄新兵码头。高雄港警总队将继续追查肇事货轮。大爱新闻高雄综合报道。